跟你说，一会儿全外公来了，做菜可好吃了。然后一会儿等如果有机会，我可以带你准备来吃饭。好啊。原来你小妈是江湖说菜，我是权威啊。我跟她的关系用不着妈这个字好吗？谢谢。多多，为什么是你来？你前来外公没空，所以让我来了。从法律上来讲，我是你的监护人。您好，哎，您是主持人权威啊？我是，那个我也是杜杜的家长啊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来，您坐。权主持人，我也是学生的家长，我可是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啊，真没想到，您的孩子也这么大了。哦，他不是我的孩子。但是我是他的监护人。我就说呢，真没想到您真人比上镜漂亮多了。谢谢老师。全主持啊，冒昧啊，其实我们也是搞这个大众传播的，如果您要采访，我可以给您独家。我明天这我私人电话。老师啊，您刚才有什么没说完您接着说。啊，这样，全班呢45个孩子，就他俩90分以下，你们看一看。嗨。88呀，也不少了。我以前要能拿个58，你就烧高香吧。别插嘴，还不少啊。啊，老师啊，您接着说。这个事情咱们先不谈，现在最关键的是，这两个孩子天天腻在一块儿，据同学反映还牵手了。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验，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很可能存在早恋问题。我说呢，我们家李奕成最近怎么鬼鬼祟祟的？这零花钱也越要越多了，他从前可都是班上的前十名的。就是这个学期，这个杜杜来了以后啊，成绩就直线下滑，肯定是这个杜杜把我们家李一成给带坏了。用不担心，我妈的特点就是毒舌，你要是跟她闹，她就会用丰富的经验把你虐得体无完肤，然后一个脏字不带的就把你训得屁滚尿流。